成本它多少啊？成本的4%。对啊，就是4%给人家嘛，那、看你们两个要不要多少啊？这是叫成本的以上。4%是2600，我给你4000，要不要？可以啊，那你们两个也要？没有，看你要不要，我直接私信给你们，看你要不要。可以啊。好，那你找我1000。5000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一直在学，但我没有学过，我在学。1234。可是我没有，没关系，一边看一边学。我刚付5000块的话，哎，你刚刚换我吗？